线超越了我们的王轩雅。哇！这是。来，我们今天看到后面把人转倒了，从内线钻进去，结果。我喜欢这个节奏，我也是不会流汗的节奏，没有错。哎呀，太喜欢唐尼弗罗刚刚试图发生攻击，结果稍微发生失误，被这个后面陈冠杰追过了。非常旺盛，而且这炮弹是刚刚顶上，对，我这边线怎么会超过了我们的线？很快哦，哇，立场这个有没有机会再做两个弯要回来？看来有点困难哦。相当可惜，相当可惜。上台车，哇！等一下啊，第二位的黄俊，我们的王轩雅在第一圈就换线，现在超到第一名哦。没错。两台车还是贴相当的近哦。哇！观众湾这边，哇，两台车发生转倒，那我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第二名？我们的张立源已经成功超越了我们的黄凯中。对，但是其实看他那两个三啊，西瓜发动攻击波，王俊志的中啊，结果被张志祥反超，没错，